مع تزايد الطلب ظهرت استوديوهات تصوير غوفونغ الطراز القديم وخدمات وضع المكياج والدورات التدريبية، وأصبح المزيد من الأجانب مهتمين بثقافة غوفونغ بعد أن حظيت دراما الأزياء الصينية القديمة برواج كبير في الخارج مؤخراً. 随着90后和00后的出现啊，大家会越来越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已经非常稳固了，那更多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东西。精神世界他们除了接收到很多西方的教育、西方的文化，同时也会自己沉下心来去关注我们中国上下5000年带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的一个合作点。我的店里有很多那个。 外籍华人来过，我觉得应该是把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美发扬到全世界，都应该要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美。它是一种很含蓄、很传统、很古风的一种美。 باتت الثقافة والأزياء التقليديان أكثر رواجاً، وأصبحت المنشورات المتعلقة ب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التقليدية أكثر متابعة، ولاسيما زي قومية الهان الذي يعد من بين الأكثر شعبية مؤخراً. 其实就是说到汉服的话，咱们先说一它的定义，它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咱们举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说在隋唐时期，或者是魏晋南北朝那一段。 魏晋南北朝呢，就是我们的汉服，尤其是女性的服饰，她们是以那种宽袖为主，就是袖子很大，然后下摆的裙摆也非常的飘逸，给人一种很潇洒的那种感觉。但是到了唐代，那些女性呢，她们会习惯于把下面的裙子提得很高，甚至于到腋下这个地方，然后体现的是一种肌丰满，然后又延长这种身形的一种感觉。 مع ظهور منصات التواصل الاجتماعي أصبح العديد من الشباب يشاركون حياتهم وهواياتهم عبر الإنترنت، وبدأ عدد المهتمين بثقافة غوفونغ يزداد بالطراد. 我觉得这个也跟着一种，比如说国民的咱们的这种综合实力的提升也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再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00后、90后啊，他们对这种文化热潮重拾起来，真的是那种热情，让我之前都无法想象。咱们可以看到，就现在有很多这种自媒体的平台，我觉得也是自媒体平台一个很大的助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政策上面，其实咱们国家也是对这种文化有很大的扶持。就这种一系列的汉服活动，也是让汉服逐渐的推到了大家的面前，让更多的人了解原来有这样一个传统服饰又美丽，然后呢又新潮，它和流行结合起来，我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儿。就是实际上现在的汉服都是遵循着古制，但是呢，在这种款式上面还是有所创新的。 它是根据一些出土文物啊、书籍、画册什么的，然后根据这些所参考制作出来的制式，这是严格根据古代的制式出来的。就很多人都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底蕴，不能用来说商业化。如果一旦商业化，它可能就有点变味儿了，它就不是原汁原味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消费者愿意为这些东西买单，说明他们在他们心中这是有价值的，这是我值得购买的，我值得为它付出价值。我们这次打算办一个首届的国风文化节，这个国风文化节里，我们设置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环节。 不再像以往的市集，只是你过来摆摊位，然后大家进行一个买卖，没有更多的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这次入园之后，会希望大家换上古装，然后并且去钱庄换银票，古代的银票，然后去拿着银票去交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教大家唱乞巧歌，然后穿红丝，并且还会有桃花树，可以去把你的愿望许愿的这个。 可以把大家这个许愿的签挂在这个桃花树上，然后2楼会有7个不同主题的互动包间，然后大家在里面都可以体验到，比如说，做簪子、画扇子、做香囊等等这种体验活动。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设置的时候，都更多的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节日了解到，七夕节不光是牛郎织女相见的日子，也是有乞巧节这个中国传统的节日在里面的。